你是沉重，代价有几种，一旦做心里的伤口比肉体痛，好痛。有时想飞越世界，当然要做头等，在夜店排队，宁愿死没面子在外面等，赚钱努力赚钱，或者把妹赚饱美，还是这夜晚的那杯，还是这夜晚的那杯，做自己或者做你最想要的我，那么多的自己，哪一个自己才是真正的我？谁有 WiFi 可以借我用一下，给我连一下网络下，给我看一下我的微博，我的微信，看我有多少个赞。做自己，谁是我？谁是我？那么多的一直，那么多人在说我，怎么办？怎么做？只是我去想做我，不过我。谁是我？